来，记得第一件事先给工作人员。谢老师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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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工作人员来吃。哇！哇！对，可以先吃，可以先吃。为什么你吃吧？我上次在上面吃了点那个水果什么。不行不行，等一下可以先。PD 不动我们不吃。对，这个可以吃到了。这个地方能不拍吗？我想吃开一点，吃开一点。你们吃点东西吧，你们别拍了，老师。料理了，确定东西了，确定东西了。我进到盆子了，确定东西了，来，确定东西了，炒炒两块了。来，每个人搞一块给你们的，来。不给你们拿，你们不吃，你看这怎么办呢 ？PD， 你以前瘦吗？我以前胖，我是个猪，以前。我以前1.63米，145斤啊。真假？1.63米的时候，你想，现在是1.76米。来吧，队名是什么？来几个选择，每个人说一个。来，子怡。陷入了沉思。好，那从这边开始，来选择。啊，说出来。Yeah， mask man， 面罩男人啊。好，自己想好了吗？好，谢谢他叫。好，你再想想啊，来来来，超哲，超哲说一个。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超哲应该有想法吧？我再想想。弟弟与孩子们。有个孩子年龄有点大，年龄有点大。那超子有没有？我有个想了个大的，但是我怕太大。没事，你说嘛。传承，传承，哦，传承，我喜欢这个词。然后呢？我刚刚想了一个单词，是 mystery。mystery 什么意思 ？mystery 什么意思？就是神秘的。哦，你们那都这么高大上吗？我这个面罩侠是什么的？面罩侠是什么东西？这还是我想的。那换一个。那这位病有什么想法？我在想跟 PD 的那个泪的那个有关的，可以。你别想，你喜欢的名字就行，你不用想。那么，因为是得跟你有关。我们叫羊群，对，得跟 PD 有关。羊群。然后呢？你呢？因为我想是看衣服嘛，然后就大概我们衣服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我们队名。西装吗？对，没有想法了。没有想法了。好，谢谢。白讲。我们的队名是，告诉大家还没想好。选项 A 是 Mask Man， 选项 B 是传承，选项 C 是什么羊群 ，D F G 啊，大家可以联系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，然后投出你宝贵的一票。你们知道《面罩》这首歌写的是什么吗？就正能量的东西啊，就不要理会那些嘲讽。你知道这首歌我的写作的源泉是什么吗？勿忘初心。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我来想回国开工作室，那个时候，第一段歌词是全都是我写的。十字路口我谦卑低头，红色的灯口绿色箭头让我往左走，我继续低头，因为我在想，烟雾弥漫笼罩在四周周，因为有很多诱惑，然后抉择内心在怒吼，因为我在做这样的抉择，比方说我想去。做这个工作室的事，有可能我一事无成，其实也就意味着你不能输。所以我一个后面的空空的话 ，You know I be myself， 不兜圈的什么圈，做你自己，掌握方向盘，路还要远，不会被左右信念看清黑与白，我自己要看得清楚黑与白，用心去分辨是与非和好与坏。哦，那夜深人静封闭，是我说我自己隐藏所有的情绪，我不要给你们看什么。Everything 就跟我所有 Everything I've been through， 但是不要忘记初心，就算沼泽泥泞，我也要一直前行。太酷了！所以我有很多事情都到后面第二段不是，为难不去争辩是非所有，却被说成我害怕失去一切。我不去跟别人争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别人会说你是害怕去失去什么东西。那所有的谎言练成排比句，你就是可以看到排山倒海的谎言。是他原谅摘下他们的面具，早点脱离，别再来沉醉，那需要表现得名和利益，就是说不要去在意那些东西。后来就说的，哎，真的都能说成假的，这就是现实，就是你说真的就说可以说成假的，假的呢全都可以变成真的，哎，真的可以。
真的是我们敢看，真的可以。哎，比方说你们自己做 rap making 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就把这个态度首先放正了以后，你再去做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。我看得清楚你的面罩，我不撕你的面罩，但我不要戴面罩。